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你的这趟英语高校之旅。失控、热血、包容、尊重，还有就是提升，像做梦一样吗？还有一个是比较浪漫，追梦证明，然后还有就是安心，迷茫，找寻，然后坚定，就找到一帮伙伴，然后享受把事情做好的过程嘛，然后去全力以赴。对乐队为什么那么有情感？最开始想打鼓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经历了好多之后发现乐队一定是我的最后的归宿。我们可以无所顾忌，永远的当个孩子。我化解我压力，其实就是带着他往前走。介意别人说你回锅肉吗？我不介意。回锅肉之所以能称为回锅肉，那是因为它是好吃的。在明日高校，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伙伴。伙伴。伙伴。乐队。伙伴。从一个人到五个人，从我到我们，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？这是一趟旅游。我这个地方两个人旅完游，我去那个三个人旅游，但是最后是到 ending 嘛，这种那个状态。